飞了，我成了。小胖，朝雅典娜附近。哇，那下雨是不？哦对，吓死了！要打了吗？听说要掉那个过关程序。什么？不错。哎，你别拿这个，不要拿。我让你干嘛拿那个？脚要是六个变，今天还是这变，那脚两，他说两个，两个点，然后你要再到，没有你要到，抓抓回去你，是不是应该有要被第四的挑战不能？Thank you.
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那他们是小黄，他们的尖尖是小黄。那时候我没打过。所以要打怪兽。来打你，我过来。他直接毁掉，不要把木桥。刚才木门全部毁掉，啊，木门都打败了。刚才那个是木门，结果打败了，这个是自由人。原来是怪物系。哦，他会撞吗？我刚才才破掉。